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图片增强，目前今天刚开放的最牛逼的增强技术。二次增强其实就是图片增强，以前只是简单的内化增加图片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二次增强等于是 AI 重绘，比如现在这张照片，这家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实时渲染的这家 Conway，它里边也有这个图片增强，但是效果虽然说也还可以，但是还是不够牛。比如这个 AI 生成的话，它会不真实，通过它就会改变得很真实，但是很多像这种细节，它就不是很完美。所以今天一家公司开放的这个是免费的，网址我会免费分享在评论底下或者简介里，大家可以去看。这家这个叫嗨，我是什么忘记了，不知道怎么念，反正大家知道它这个是图片增强的技术就可以了。比如像这个小男孩，他的脸部其实是不逼真不真实的，通过它就会变得很真实。它俩是同一个类型的软件，但是区别就在于这个最新的这个算法更逼真更真实，而且这个细节保留的更加完美。这个 Conway 它不行，它这个改变的就有点大了，而且颜色什么也变得有点大，看起来还是不太真实。这个最新免费的这个二次还原技术就牛逼很多，这个脸部啊什么光泽什么全部都会，反正在它之上吧。所以我今天推荐这一款，今天刚免费开放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。本来就是 AI 生成的一个，反正大家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不真实，但是通过它直接就变成好像是真人拍照。相比这边它更胜一筹，因为这边还是有点AI 的感觉，它不是很自然，但是这个二次还原就厉害了，非常真实。好，今天就介绍